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洪静怡。接下来透过镜头一块来关心高雄市街头巷弄的温馨大小事。老杯少是许多人都有看过的民俗艺阵，而公杯婆也是衍生的其中一项传统表演。三民区冥想社区早在101年就成立了公杯婆千岁团，为了让更多人看见文化之美，今年跟石泉国小合作，希望将公杯婆的民俗文化向下扎根。大朋友跳，小朋友也跟着跳，恰恰舞步民俗古装公杯婆打扮，逗得石泉国小师生乐开怀。这一天石泉国小中庭特别热闹，冥想里里长吴庆东带着李明连夜赶工的公婆人偶头发道具交接给石泉国小，要把民俗艺阵公杯婆文化向下传承。首先将这个道具，这套道具啊，较紧教好，啊，当然这嘛爱五万好哦，积极来训练咱这小朋友。啊，初步是可能爱选10至15个精英啦，就是讲这个较活泼的，啊，当然要取得家长的同意，这重要起来啊。啊，安尼这好事啊吼，啊，将来若讲教师训练好势吼，我咧想讲，来当石泉国小这小朋友，啊，教阮社区这老班的吼。啊，这个真正老少组合啊！深耕在地的冥想社区发展协会，从民国101年向文化局申请社区总体营造计划，组成公杯婆千岁团，试图参与公演。为了让更多人看见文化之美，今年特别跟石泉国小合作，组成小小公杯婆剧团。学校跟社区本来就有义务要合作，一起对文化传承做尽一点力。所以我们很高兴的接下这个传承的活动，就选派我们小朋友进行今年度开始进行相关的这一个学习。看到阿公阿嬷化上浓妆，穿着人偶道具，一人分饰两角的双生障眼法，小朋友好奇的摸摸看看，刚开始跟着跳，虽然有些害羞，却也开心舞动身体，加入阵头。可以拿很多道具在那边跳。那你之后想要学吗？不要，来，我想穿。为什么？很好玩。可以表演给阿公阿嬷看吗？好啊。跟一些其他的才艺比起来，你觉得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就，古装吧，比较古装啊。在电视上都是现代化，有别于现代流行舞蹈，小朋友表达愿意学习公杯婆传统艺阵，更显民族珍贵。特别是流传百年的民俗艺阵，有着长辈过往生活经验，在传承过程中也能拉近彼此距离，增进祖孙感情。摇摇摇，好摇，怎么摇？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苓雅区永康里一处转角的公园，在去年台风的时候，树木被吹得东倒西歪。里长在区公所的协助之下，邀请了一位艺术家将公园重新打造，利用保特瓶等回收物结合墙壁彩绘，成了一处环保装置艺术，让这处转角公园焕然一新。小女孩瞪大了眼睛，伸长了手要开水龙头，水龙头流出了水，还溅起了水花。墙上的花架开着各色的花朵，草地上还有一只螳螂，树下还有一只兔子，每个都是色彩鲜艳、生动活泼，但它们其实都是彩绘的，或是用保特瓶做成的。这个环保装置艺术的话，是彩立体，而不是做彩绘的。我觉得这样子对环保的那个推广，还有那个环保概念。我觉得说对我们国家这个社会很有帮助。这处转角公园空间不大，却在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旁，原本长满许多花草树木，不过去年几个台风来袭，树木被吹得东倒西歪，残破不堪。苓雅区长陈进德上任之后，邀请艺术家进行区里环境大改造，在艺术家林轩宇的创意巧思之下，转角公园焕然一新。看到很美丽，很漂亮的我们这里就是拢有咧关心啦，有拢来出来咧巡啦。该即卖你话处理甲真正较工整、较好势。所有那个素材的话，都是由那个我们平常在资源回收，然后再给它做修剪，然后像花瓣的话，它都给它剪像那个花瓣那个绽放的样子，
然后来做点缀。公园改造好了，大家都说赞。不过宝特瓶的环保装置艺术很脆弱，不小心就被碰坏、踩坏，让里长好心疼。除了每天到公园修剪树木、捡拾垃圾之外，还得拿工具简单维护一下。草皮给它养活。啊，第二的话，我们在这里有一些那个垃圾或落叶，我们给它做清除的动作。恶意行为的破坏的话，我们给它做修复。风雨过后，小公园的树木再次展现旺盛的生命力，开出美丽的花朵。而墙上的彩绘搭配立体的环保装置艺术，让公园更显得生动活泼，路过的民众都会多看一眼。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赖昌邦采访报道。职场如战场，当发现自己能力不足时，哪里可以重新充电，给予转换跑道的力量呢？劳动部高屏澎东分署已经举办四届的钢铁人职场体验计划，成功协助七成的青年重新定位，获得企业青睐，找到适合的工作。42位职场钢铁人在学长姐的欢呼声中一一出场，展现自信的笑容。他们有的还在学，担心会有学用落差，提早体验职场；有的是才刚毕业，却想投入另外一个行业。经过职场体验之后，终于找到职涯方向。其实，在随着每一次的上台，自己内心会发现到，哇，逐渐获得增加信心、勇气和临场反应。真实的进到了饭店内部。去体验这是不是我所喜欢，或者说是不是我能够接受的工作形态。暑假期间，高屏澎东分署针对在学生、毕业生和转职青年分级设计培训课程，并且请来企业界讲师传授经验，与实务接轨，缩短学用落差，增加实务能力。企业提供机会让他实习，他能够在职场的第一步就帮助他找到职业生涯当中好的一个定位。那这样的定位之后，我们是要帮助他未来职业的发展，能够从成功的第一步跟自己未来的定位好之后呢，未来能够在职场上发光发热。这项职场体验计划四年来共招募了516位青年参与计划，149位进入企业体验，70%获得留任。在企业参与度和体验职缺数每年都持续成长之下，希望青年朋友都运用这个平台资源，给自己不受限的职涯远景。刚毕业的同学来参与这个计划，普遍的就业率都到70%以上，那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会获得他体验的这个企业的留任。那有些因为他找到自己的职业方向，他会去寻找适合他的工作。我把你们的圣火举高高，象征你们的精神，永远都是冲上天。在学长姐的圣火传递下，代表接受120个小时培训的青年表现成绩优异，到企业通过实际体验，成为名副其实的钢铁人，将延续这份坚毅，为进入职场展现十足信心。4.0前进吧，我不怕。社区好新闻，潘志光、赖昌邦采访报道。为了改善高雄市空气污染，市府环保局祭出空污设备补助办法，小型摊商加装空污设备最高可补助50,000元，大型工厂改用低污染气体燃料最高可补助500,000元，而减少的空污量将提供给新兴产业使用，不致对高雄的经济发展造成影响。高雄市背负重工业城市的宿命，工厂林立，一根一根的烟囱影响空气品质。其中，工厂使用固态或重油燃料是空污的最大威胁。市府环保局研拟补助办法，以最高补助50,000元，希望工厂改善燃烧设备，降低空污排放。这些的工厂，它能够从原本它使用这些像固体燃料或者是像重油的燃料，能够改成用天然气或者是液化石油气的这些燃料，那所以补助这些的一个这些的一个试验，能够更换它的管线，
那或者是说更换它的燃烧的设备，那一起来那个降低整个一个空气污染物的一个排放。所以整个制定来讲，每一个案子是最高50万块钱。环保局表示，目前已有24座工厂锅炉先行改用天然气，估计可以减少573公吨的硫化物排放。在空污总量管制下减少的空污量，环保局将回收供新兴产业使用。在这整个办法里面，我们特别规定，这些减量的额度里面有30%是必须由市府来收回，好，市府来收回。那这些量未来来讲就可以提供给新兴的这一些产业来使用。另外，大楼林立、餐饮摊商和住宅相邻，为了减少民众接触油烟异味以及受理异味陈情案件，市府环保局也针对零售市场和流动摊贩加装空污设备，寄出最高50000元的补助。零售市场里面的，以及或者是路边的这些的摊商踊跃来申请这样的一个补助，每个案子最高是50000块钱的一个补助，包含装设像静电集成器或者一些水洗的设备，这些来减少整个异味的一个产生。环境污染往往和经济发展及生活品质有所冲突，市府环保局以补助的方式，希望工厂和餐饮店家改善污染源，让生活品质获得改善，又不会阻碍经济发展，三方都能够取得平衡。社区好新闻，潘志光、赖昌邦采访报道。关心地方，热爱更多社区好新闻，赞啊！社区好新闻这个节目专门报道区里人情故事，看了好新闻，保证有好心情，赞！庆仁港都深耕在地，左邻右舍拢来看，社区好新闻，赞！城市翻转，你我共同来努力。社区好新闻，让大家天天都有好心情。关心地方，热爱港都，社区好新闻，赞！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高捷公司推出的高捷恋旅手机游戏，今年将推出2.0版，结合 AR 跟 GPS。更邀来可爱的吉祥物担任推荐人，也与福冈代表透过视讯同步启动，期待能吸引更多国内外玩家，也推广高雄手游的创作市场。近年来手游风潮兴起，高捷公司去年推出高捷恋旅受到高度讨论，今年将推出2.0版，这次结合 AR 跟 GPS， 让手机游戏不再单调，新增台北篇和日本福冈篇，结合观光旅游，让视野从台湾拓展到日本。在高雄之外，我们也到扩及到台北，也拓及到国际的城市福冈城市。为什么要扩及到这么多城市呢？希望呢更多人认识高雄。要完成这整个游戏呢，他们可以从福冈城市飞到高雄来，从台北坐高铁到高雄来。高雄好多个景点是值得推荐的景点。高捷恋旅是以虚拟员工担任主角，将场景走出车站，配合高雄观光景点，甚至拓展到日本福冈。这次邀请高捷和文创品牌的最萌吉祥物，一同为这款手游担任推荐人，可爱模样吸引现场民众目光。我们可爱的哈比还有马鲁，你要慢慢走，你不要用跳的，待会用滚的，帮他们递上这个风湿包，好，他们要去上班了哦。哦，真超可爱的。开幕记者会上，手游总监也亲自示范游戏如何进行，让大家一睹最新的游戏界面。我们一开始选择篇章的部分，所以我们现在新公开是高中篇，那就一开始在玩家在自己家里面，然后会进行开始对话。高捷恋旅2.0版利用科技与世界接轨，吸引民众下载体验，也透过偶经济及可爱吉祥物和民众互动，一同感受创新的旅游模式。社区好新闻张世明、洪静怡采访报道。过去养猪业者因为废水处理不良，造成河川污染严重。为了改善河川水质，政府推动沼溢沼渣作为农地肥分使用，不仅可以减少废水，也可以促使农民采用天然肥料使用，达到畜牧户、农民和民众三赢局面。
畜牧业水污染防治费在今年开征，业者透过响应政府推动的找益找渣作为农业肥分计划，不但可以减少缴税负担，更重要的是能够对改善河川水质以及促进农民使用天然肥料尽一份心力。其实在农业的栽种的部分，它本来就是有定期施肥这个东西嘛，那畜牧业的沼渣沼液某种程度上面来讲，它还是有一些肥分的存在，那经过一个安定化之后再去做一个浇灌，其实在那个程度上也可以做一个肥分的补充，那它到农地去做肥分补充就没有排放到所谓承受水体，那这个对我们整个河川的减排来讲是有正面的效果。在环保以及农业局的大力推广下，高雄市目前包括内门、田寮、阿莲、鹿竹和永安等区已经有15件申请案通过，成效为全国第一名。根据环保局的统计，这15家畜牧业者对于河川水质生化需氧量一年可减少到1487公斤，未来还能结合能源业者创造更多永续环境的经济效益。除了这个沼渣沼液之后，我们也是要推动所谓大厂带小厂的一个所谓沼气发电的东西。它那个概念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地方有某一家畜牧业的，它的养的头数是比较多，那由它来做带领，那结合一些能源业者，比如说那个能源业者进来的话，把这个沼气当燃料去发电，啊，供给这几家去做使用。高雄市目前养猪数量为全国第六名，环保局希望加强推动这项找益找渣做农地肥分计划，希望透过经济和环保等诱因，促进农畜业者将废弃物有效再利用，共同保护水环境。社区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种树对环境有很大的好处，可以达到视觉绿美化，减少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不过要怎么种树才能提高存活率，让树根扎得稳，在栽种时就要特别注意土生和固定保护，树苗才能快快长大成大树。小朋友和爸爸妈妈拿着铲子要来种树，但是树要怎么种才能够种得好？首先要看树穴够不够深，再把树苗的软盆和底下的纱布拆开，种下去之后，树根才能够自由生长，把土壤牢牢抓住。土地的高度大概相差5公分哦，那如果这样就可以开始种了，让这一棵树种起来，它会更稳哈。虽然树头那挑栽，唔惊以后做风台哈。不管是山林还是平地，农政单位都积极努力造林种树，因为树木可以涵养水源，保护土壤，吸收二氧化碳，制造氧气，净化空气，对气候变迁有一定的延缓作用。水源的缺乏跟气候变迁有密切的关系，那主要是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增高，那森林呢，它每年的碳的吸存量呢，应该是4.56万吨的这样子的一个容量哈。所以我们知道植树造林可以达到一个减碳的目的啊。树苗种好了之后，为了让树根扎得稳，树枝不怕风吹雨打而倾倒，所以在每棵树苗旁都要插上一根竹竿，再用麻绳把树苗绑住。那在这个尾端再把它绑一个死结，所以这一棵树将来风再大，它有这根竹子的支架，它就不会断掉或倒掉。发动这样的企业认养造林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那么也希望透过我们跟公司部门的协力合作，然后呢，企业呢也能够展现它的一个企业责任，大家共同来造林。春暖花开，万物苏醒，正是种树的好季节。农政单位和民间协会举办多场的植树活动，全家一起种下一棵树，等待树木长成，供人乘凉，也为环境尽一份心力。社区好新闻，李嘉龙、赖昌邦采访报道。树德科技大学设计系的同学研发出一种可以具备照明、高温警示和空气滤净功能的手持逃生装置，希望未来有厂商合作开发，成为火警逃生时的新利器。打开手电筒，除了照明之外，将接收器对准逃生灯号方向，就可以依照指示灯往安全的地方逃离火场。这是树德科技大学电通系师生共同研发设计的手持式逃生装置，一共整合了烟雾感测、红外线测温、指向式无线传输和空气滤净4大功能，希望帮助受困火场的民众顺利逃生。
为了达到安全的警示作用，我们利用我们一般的手电筒下去做改造。那这个手电筒它除了我们有一般的照明功能之外，我们在里面加装了感测器以及指向式天线。那我们这个感测器呢，可以感测目前的烟雾情况，还有目前的温度情况。如果我们前面有障碍物，温度过高的话，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感测去感测目前这个障碍物的温度，来告诉我们使用者这个方向是不能前进。吸进浓烟造成呛伤，是在火灾中造成最大伤害的杀手。在这个逃生装置里，还设计有空气滤净功能，希望提供受困者数分钟的氧气，掌握黄金逃生时间，增加脱困机会。使用者在逃生的时候不会因为浓烟而呛伤。此外，还有氧气罩，可以确保使用者在逃生的时候有新鲜的空气，可以帮助他逃离火场。我们希望至少可以提供使用者在逃生的时候有五分钟的氧气，这样帮助他逃离火场。这项研发设计在台北国际发明展中大放异彩，除了获得金牌肯定，也已经拿到专利，让共同参与研发的师生感到欣慰之外，也希望能有厂商合作开发，降低火灾意外的伤亡损失。社区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接下来一起来关心社区放送头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消息。港都农民历带您一块来关心明天的运势究竟如何。明天是国历11月15号星期三，农历9月27，适合祭祀、扫舍、破土、安葬，不适合嫁娶、入宅、修造、动土。冲属煞北方，58岁的民众要特别注意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我是洪静怡，我们下次再会。
吼、哦，你敢会伤害啦？个人作业，个人担，家己的影片，家己看。哼，爱看，不要去下载 B B M O D 来看。从海洋阅读生命的波澜，从记忆阅读不朽的匠心，从一种坚定阅读追求初心的感动，从悠久文化阅读高雄在地的韵味。每周三晚间九点，和您一起阅高雄。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看见高雄。